想法很好啊，想要推一个对方的头。渣男更多的是应该打，一个是变数，二个是打连接，打连贯是更重要的。创立了一个很好的晚成球的机会，还是非常突出。可能这个球想逼对手一点，不要被朝到一个盘底线。11-10，play。而这些啊，就是教练员在场边就观察的一些细节，给你点一下就可以了啊。对。大胆发球，炮弹接发。11-11，这个机会啊。是啊。这个球教练的脚没有跟上。情况呢，对方也要求这个质量会更高，所以也容易出现失误。It's out. Service server 13-12. 张永磊，张永磊。对，但是你的网口一定要上去。漂亮。这个球赵云磊确实有意识的前压了，对，赵云磊还是在积极的想能转出来。赵云磊在网口还是犯了比较多的错误，好多网口的进球打丢了。这是不是也跟对方的这种回球比较冲，力量和速度都有关系？有，因为他发完球之后，对方还是有明显一个加力的球。哎呀，机会啊！哎呀，蓝调竟然下网！而且今天我们听到了场边非常声势浩大的，中文的加油声。要顶住，漂亮！赵云磊的蓝调。哇，对方虽然有点抢啊，但是这条线路还是。给了界内吗？挑战。
大家一起来为这个球祈祷一下，这一分太重要了。哦，压线还是比较多，真的。这样，张常赵云磊就先输掉了第一局，形势不是特别乐观啊。我们也请谢导来点评一下发球这一块，发完球之后的第三拍，发球这一块，发完球之后，发球这一块，发完球之后。像对方出球这么重的这种情况之下，啊，我们是要硬碰硬呢，还是要以柔克刚？但我们主动的时候可以硬碰硬，但是像那个乔丹这种主动压的球比较硬的时候，我们还是要卸它，就是以柔克刚更好。像对方这个例子。球张楠处理得很好，先接起来，漂亮，漂亮，好球！在多拍的时候一定要咬住。哎呀，哎呀，太可惜了。张楠的这个右膝啊，贴着厚厚的技巧贴，不能和对方一味的去拼这个力量和速度。对。的这一步啊，那个弓箭步出来，我相信对他的这个膝盖肯定是受影响非常大。对，因为重心下不来，跨不出去。你看，就这一下啊，对，整个的就造成了回动就可以。是是是，一下我们就被动，也可以本身就可以让自己来缓一缓。很好的机会啊，而且刚刚缩小分差。张楠、赵云磊加油啊！你在发球的时候已经是表现得很有经验了。对，对方刚一抬手示意的时候，这个球就出去了。哎，赵云磊第二拍也抓住球了。是，对。后面那拍的张楠那边的衔接慢了。感觉张楠那个膝盖对他影响太大，回不来这一下。对，现在跑动还是这个。因为张楠本身就不是这种力量性的选手，他的杀球并不重。他最大的优点就是衔接，16-20。顶住啊！你这人还反应出一点。平时我们在有机会保持去得分那种手段，得分的手段，特别是站在这个后场的连接啊，那进攻的结合吧，打得不是特别好，因为可能在进攻的困难准备上也不够。